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小宝给我打电话了，也给你打了。啊、哦，哎呦，别说了，先上楼吧，不知道出什么事了。小宝，小宝，小宝，身上哪儿痒啊？啊，妈，妈，小宝，奶奶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一睡醒，奶奶就不见了。你妈怎么回事啊？连个孩子都看不好。哎，小宝，进来了。儿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儿子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怎么都这么看着我？妈，小宝身上不舒服，你怎么就出去了呢？他好歹是您的亲孙子吧？我怎么了？我就看小宝一直难受，我妈，你看小宝这身上，他在家遭罪，您倒出去逍遥自在去了，这合适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没管？我就看着孩子一直说痒，我就出去给他买一个膏药。这一回来就挨你们俩一顿骂，我干什么了？我这是。妈，对不起啊。哎呀，你看这主要是孩子哭，他给我们打电话，结果回来之后，一看你又没在家，所以想岔了。是啊，妈，是我们不对，我们太着急了，所以。算了算了，真的是。妈，您身上这什么味儿啊？我刚闻小宝身上也是。妈，咱们家洗衣机多久没清理了？这洗衣机有什么可清洗的？天天用又不脏。当然需要了，洗衣机超过3个月不清洁，就好像在马桶里洗衣服。像你们身上的这些异味，还有小宝身上发红发痒，都是因为什么？啊，真的假的？怪不得最近的衣服怎么洗都一股味儿。那，哎呀，你快。还有限时优惠活动哦。